好莱坞女孩的 Hills 里走出的海蒂蒙塔格今年25岁，在2007年，她21岁就开始不断的改造自我。2010年1月，海蒂做过的整容整形手术项目已经超过20项，而最近的一次，她一天内进行了10个手术。有不少网友觉得她是美版的张馨予，她非常喜欢科比，而与此同时，她也十分沉迷于整容。整容后的海蒂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出席活动，首次穿上比基尼亮出10个整形手术的成果。海蒂全身上下最夺目的就是她36亿的人造凶器，她还穿上了一款自己设计的缀满布灵布灵亮片的性感比基尼。不过即使再布灵布灵，也多不过36亿的吸引力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